好，各位 TVBS 187巷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我们先来跟线上的朋友来打声招呼，分别是德根，他说他来报道。好，那等一下他的提问呢，我们也会一并的来为大家来做一个解析哦，包含像是有台风可能在下周的时候会生成嘛，那他现在还是个热带低压，以及现在 Yoni 也在线上，还有在康明问说今天冷心低压导致午后大雷雨吗？我们等一下来为大家来做一个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台北地区都有大雷雨的情况发生嘛，其实不止在台北哦，包含像是整个南部地区从山区扩展出来的这个雷雨包，在平地高雄也有来一波雨势，而现在这雨呢，其实我们稍早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大概已经往南到新竹了，所以在过去一个小时的累积雨量，原本还是台北最多，现在也都已经往这新竹的方向南部的地方来慢慢的靠近，而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这雨最剧烈的时刻，这拍到的时间点是在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雨水啊不断的打下来，其实如果它下的时间够久的话，大概再过个一个小时左右，可能呢这个水沟就会没有办法去负荷，所以出现淹水的情况，但是还好这一波雨呢其实来的比较晚，而且它下的也蛮急蛮猛蛮快的，所以很快呢它也就消散掉，目前是没有说地方是有淹水的情况发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面天气图，很多人就问说是不是有这冷心低压呢，其实呢目前这样看起来，其实在昨天的时候确实在那霸的这个区块是有一个冷心低压，所以导致在大台北地区打了很大的雷，而且很多闪电，甚至呢在部分地区都有局部大雨还有局部淹水的情况，但是今天目前看起来啊，主要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在昨天台湾北部的地方有一个高压小高压，它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在边缘的情况之下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情况，但今天呢它连这个小高压都不见了，所以可想而知影响我们的当然可能就是这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整体来说这天气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到了明天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改变，因为到时候这太平洋高压会慢慢的升过来，所以台湾的水汽会比今天还要来的再更少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这个色调强化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天午后的时候，不止在台湾地区是有发展出一些雷雨包，包含像是在整个华南啊、华中啊这边一带，也都是在午后热对流的时候有发展起来。最主要就是因为这边有个低压，而且低压现在呢，其实有一半大概也是压在我们台湾的上空。而在这边你没有看到颜色特别明显的，这个就是高压所在的位置。预计呢，在明天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往台湾的地方来靠。但是因为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处在它的边缘，所以水汽还是会有，只是会比今天还要来的再少一些些。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累积降雨，其实这个第一名信义67毫米呢，这个是在过去一个小时的时候，现在呢新竹已经突破它了，已经来到了70毫米，所以在除了新竹之外，第二名是台北的信义，下了67毫米，其实也大概是一个小时它的时雨量就已经飙到了40-50毫米左右，再来是台南的白河也有63毫米，以及嘉义的竹崎也是63毫米。我们透过旁边左边的这个累积雨量图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降雨的热区当然还是集中在北部以山区为主，而部分地区像是内湖啊、南港啊等地也有比较大的雨势，而在宜兰部分靠近山区也有，以及在中南部像是在嘉义还有高雄呢，雨势也都来得蛮大的，但是很快也就消散掉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降雨状况大概会是怎么样，今天上半天依旧是因为受到了热力作用的影响，所以整体呢降雨从北到南都有机会从山区慢慢的扩展出去的，而到了晚上之后呢，其实降雨还是会有，但是主要是集中在山区，而且并不是特别的多，很快的也就消散掉了。而到了明天的上半天呢，因为台湾会开始转车为一个南风，所以部分的迎风面地区会有一些滴滴大大的小雨，但是这个雨势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民众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再来是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也带你来看一下，在礼拜三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呢，降雨我们现在也都经历到了嘛，但是在今天上半天的时候，很多地方也都还蛮热的，像是在花莲这里五赫就已经飙到了37毫米，37度，而在台北啊、高雄啊这些地方也都有36度的高温哦，所以没有水汽在中午之前都还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那么来到了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开始呢，水汽就会开始再慢慢的变少，主要呢比较多的还是在山区为主。那么在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话，局部大雨
几率比较高的会是在山上为主，当然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扩展到平地，所以他这边也特别提了，因为吹南风嘛，所以在清晨云林以南呢，沿海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啦。那么来到了礼拜六到礼拜二的时候，天气整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台湾是吹一个东风的形式，所以在迎风面地区，包含像是在基隆啊、宜隆啊、宜兰啊、花莲啊，还有台东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那么在南部地区，水汽看起来也比较多，原因是因为这过了山之后呢，会导致在山区的地方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会来的比较大。而在桃园以南这边也有一个区块，也是会是降雨的热区。而北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东风吹过来之后呢，台北这边相对来说这个水汽会比较干，而且这风吹过去，它这水也就带走了，所以基本上在台北的降雨应该不会像是这两天来的这么的明显呢。好，我们也再跟线上的朋友来打声招呼。哎，有诗意，田诗意说：“主播晚上好，大家好。”洋娃娃也在线上，还有像是 Yoni 也来了，还有在这个是 Sherry 吗？也说大家晚上好。还有 CWF， 他说今天是不是没有打光，有一点黑？我觉得可能是这灯光上的问题吧，没关系，我们应该很快就解决掉了。也有可能是我变黑了，因为最近我们的化妆师也说我的皮肤很像比一般人还要来得更黑一些，比其他的男主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德根有说这个台风会不会生成呢？他注意到的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这一颗，距离台湾非常的接近，以及他有问到说这一个是不是最快在周休的时候会形成台风，那在下周是不是有可能会靠近我们台湾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其实在这两天呢，它就一直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这边不停的打转，已经两天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还以为说它可能很快就消散掉，结果没有，在今天它又长出来，而且还有变强的趋势。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它就已经长胖升级变成热带低压。那么预计呢，在这几天它应该都还会在这边慢慢的吸水气，不停的打转滞留，但是到了下周的时候呢，确实有可能它就会往台湾的南边，也就是巴士海峡这边来通过，接着它未来的路径可能就会往香港的方向来去。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以及它的路径会不会又做一次修改，这很难说。但是目前我们都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来看它现在的初始的预估跟未来的预估，你可能过两三天之后它又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又一个改变出现。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在它后头呢，还有一个 TD11， 也就是热带性低压低气压的11，那么它其实比它还要来的晚生成嘛，大概在中午下午的时候才生成。对于台湾有没有影响呢？一来是它距离台湾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二来呢是它目前看起来它的模式预测应该是会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也就是会往日本。那么主要还是看这个太平洋高压啦，因为它目前预测它是认为它会往后退的，所以呢它就会沿着它的边缘走，就往日本的方向来通过。所以整体来看呢，对于台湾的影响是比较低一些的。那德根也问说，这个台风啊在接近的时候会不会立刻下海上台风警报？确实有这个机会，原因是因为它其实距离菲律宾这边其实很近之外呢，它距离台湾这边刚好是成一个三角形的区块，所以它在这边打转之后呢，成为了台风，很有可能它的暴风半径就会触碰到我们的海警线，这个是不无可能的哦。但是有没有可能直接来发布路径，这很难说，因为毕竟它现在连轻度台风也还不是嘛，然后它也还没有发了海警，那当然就不会有路警，所以我们还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我们可以大概观察到这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也就是明后两天，可以再看看它到底未来会怎么走。因为这模式啊，大概12小时会来变动一次，我们都会带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好，我们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其实很多统计都有说，在圣婴年还有一般年，它的这个台风的生成数量以及这台风它的强度的变化，我们之前一再跟大家说，只不过很像大家都忘记了。因为其实在前几天有一些气象专家也有分析说，今年圣婴年照理来说这台风应该要比较多比较强的，但是如果根据气象局他们112年的台风展望来看的话，会发现它的圣婴年跟平常年呢其实差不多，甚至还有一点少。平常年是 2.7 个，但是圣婴年呢是 2.6 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会发现呢它其实中度台风和强台的这一个数量呢比例上会比
平常年还要来的再多。而以过去我们来看，包含像是泰利啊、杜苏芮还有卡努台风，他们都是中台，而莱恩台风在靠近台湾的时候也都是中台，确实还蛮符合这一个气象局的预估的，只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数量还没有到达那个标准，但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看，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台风季嘛，所以持续这未来几个月呢，可能都还会有台风的生成，只是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我们就带大家来继续的来看了。好，玉荣现在也在线上，玉荣问说，桃园等等应该是会下大雨，因为天空好黑。如果桃园在今天上半天，或者是截至现在往前推两个小时，它都还没有下雨的话，确实有这个机会。它会热力作用发展起来之后就会下。那么今天其实台北也是啊，在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其实比较集中在两点、一两点、一二点、三点的时候下，到四五点的时候地也就差不多干了。而桃园呢，也大概是到了晚上之后，这雨势才开始慢慢的出现。所以提醒了在桃园的民众呢，如果等一下晚上要出门的话，可能最好还是把这个伞给带着，会比较保险一些。好，那另外就是宗宗也有说，对，我刚刚在外面连线播报气象，刚播完，然后就紧接着进来跟大家来做这个直播。好。好，那再来就是德根也有说，下周有西南季风建立的机会高吗？其实因为现在其实普遍来看还是属于一个夏季的天气形态啦，所以以夏季来说，台湾基本上吹的都是西南风为主，所以目前我是还没有看到下周的地面天气图，那地面天气图也会每天都不一样嘛，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会朝西南季风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而未来一周呢，如果这台风没有影响台湾的情况之下，确实有可能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西南季风。哎，婉姿也跟大家说晚上好，莎莎也到我们的现场了，也到我们的线上了。那我们再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现在呢是进入到了处暑。虽然我们说它是处暑，但是它其实不是夏季的天气形态，它是在秋季的第二个秋季的节气。来看到这个节气呢，代表着什么？就是秋老虎即将要到了，所以这天气呢会很热，但是还是会慢慢的变凉，主要是晚上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而且湿气会开始慢慢的变多，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要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处暑的这一天呢，有几个生肖的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属虎的、属蛇的、属猴的还有属猪的，不太建议你去参加这一个比较剧烈啊危险性的运动，因为这可能对你身体不太好，而且呢身体的健康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感冒或者是小病痛，那你们自己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大概过了这半个月之后呢也就好了。那第二个就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所以睡觉的时候最好把这个肚子绝对要盖好，才不会着凉。那第三个就是处暑的时候呢，要益肾养肝，而且滋润养胃，要吃一些像是枸杞啊、红枣。那年轻人可能比较少吃到这些东西，那你们就可以吃梨子或者是蜂蜜。那在今天开直播之前，其实有我朋友私讯我说，其实秋天的节气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像上一个节气立秋，就应该来喝一点奶茶。那么是不是处暑也可以喝一点奶茶？其实这应该都是现代人他们一些比较商业的一种节气的说法啦，希望你去买一点他们的奶茶来做饮用嘛。那么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听听就好，但是古人说的当令的水果呢要记得吃，因为对身体呢整个调理会来得比较顺一些。那么最后呢就是太阳水可以带旺财运。那我刚刚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太阳水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今天24个小时之内呢，处暑的这一天，你可以准备一杯水，然后这个水呢你拿那个红色的色纸，有没有把它剪成一个圈圈，像是太阳一样，然后两个贴在那个杯子的外围，然后把这个水喝下去，你就可以带旺你的财运，这一年就会过得还不错。那么其实在前几天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了，像是在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吃白米饭嘛，那有没有效呢？见仁见智，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再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七夕。为什么要特别再提到七夕呢？因为虽然昨天是七夕情人节，但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到，包含像是在昨天七夕的这个故事啊，我们一般人知道的可能就是很传统的，就是嫦娥织女还有牛郎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很圆满。但实际上呢，这个织女和这个牛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的传说流传出来，其实有很多的版本。有一个版本比较特别，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会讲说，这个织女啊，她其实在下凡之后呢，是跟这几个仙女一起去下凡去玩水，结果被牛郎偷走了她的这个仙气羽衣。那这个羽衣呢，就是
他用来飞行的一个器具，那被偷走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逃离，所以他就只能乖乖的去跟着牛郎在一起。那后来这两个人呢，久而久之，见久日久生情，就也生下了这一对儿女。那么后来他也很愿意就在家里啊，就是做一些劳作织布来赚钱。那偶然呢，他就得知了这个牛郎当初竟然是偷走他雨衣的这个始作俑者。那是从哪里得知的呢？就是从这牛郎他养的这个黄牛这边得知的。所以这侄女就很生气，因为他们说这个黄牛呢，其实当时也是怂恿牛郎这么做的。所以他就跟这个黄牛说，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这雨衣的位置的话，我就会把你给宰了。宰了之后，那他当然就很担心，所以他就马上告诉他的雨衣藏在哪里。所以后来这个嫦娥织女她在拿到了雨衣之后呢，她就很快的就是飞回了她的天宫。那这个牛郎就追了上去，但是追不到，因为王母娘娘啊就下凡呢，是用了这个一道红光，然后就把他们两个展开，中间就设了一个很长的这银河，导致他们这一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见面。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他们日久生情，然后见了也生了两个孩子嘛，可爱的孩子，所以这侄女还是会想念她的孩子啊。所以呢，他们就每年就会有一天，也就是七夕的这一天呢，会搭起这个鹊桥，让这两个人可以见面。所以很多人都说，其实织女见的不是牛郎，见的其实是她两个孩子。所以这个故事是另类版本啦，当然有点像是之前很多网友都会为这个童话故事来做一些改编，或者是格林童话，其实还蛮闷蛮黑的，但是实际上呢，确实也还蛮套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所以很多人都说，其实织女比较像是一个被拐骗的女性，那王母娘娘呢，就是让这个女性可以逃离火海的女警察。那再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最近吵得比较凶的，就是因为明天日本他们就要排放核废水了嘛，所以一直以来都引发争议。那其实这个排放废水这件事情呢，当然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讨论，那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要在明天的时候来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但其实早在33年前，大家如果有知道这一个传奇的导演叫做黑泽明呢，你可能会看过这一部电影。那他之前还有蛮有名的电影是《罗生门》，那这一部电影呢，讲的是梦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特辑叫做红色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因为当时呢，他们就是在计划，就是讲说这个富士山呢爆发了之后呢，就导致了这个核废厂他们有受到了一些危害，附近就爆炸了，所以大量的核污染的废气废水呢就外泄。甚至在这个影片里面，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其实还有一些代表幸运的海豚啊就游走了。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海豚就算它游走它也逃不掉，因为这个辐射物质呢会一直顺着这个海流而流到世界各国去。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辐射物呢它其实是看不到的，所以在电影里面呢，它特别用了一个手法，像是你看到这一个富士山啊，很多的粉尘啊都是红色粉色的，它就是让你知道说，其实当时如果爆发了之后呢，虽然你看不到，但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个红色的这个粉末呢，它就是无孔不在的出现在你生活的周遭。所以呢，后来这个电影呢就慢慢的衍生出去嘛，当然在日本呢就引起了哗然。那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就是这一群日本的民众呢就都不在了。最后有一个日本的民众，就是回到国家之后呢，发现说，哎，怎么以前的日本很像都不太一样，就是这一位。然后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头上长着一个犄角的一个两脚的怪兽。然后就一问之下发现说，因为他们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逃离日本，所以他们就躲在这边，然后继续的苟延的残喘下去，然后导致现在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病化，像是他的脚头上就长了一个犄角，甚至呢他们还会吃一些腐烂的东西，而且在身边不止人哦，甚至连植物这个蒲公英都长得比人还要巨大。也就是因此而衍生出来啦，说这个辐射物质呢，对于黑泽明来说，他的电影来说呢，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他在3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要做好这个警示的意味。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今天黑泽明他还在的话，或许他会觉得日本要排放废水这件事情，他应该会是第一个举双手来反对的人。那再来就是这日本的这个核废水，也有人在问的，就是说这个日本的核废水跟我们一般其他国家的这个核污水
有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核废水和核污水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说的核废水呢，就是我们用来冷却这个中间的这个熔炉的这个水，所以当它如果没有这个熔具没有坏掉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水呢是干净的，它是没有辐射物质的。但是如果是核污水的话就不一样哦，因为核污水当时日本的这个核污水呢，它是因为这个熔炉已经爆炸了，所以有很多的外泄的一些辐射物质散落在这个水中，所以他们现在要把它排出去，当然里头就是会藏存着一些的辐射物质在，所以大家就很担心说，如果我们碰到了这个辐射物质，是不是身体会出现一些变化？确实有一些研究也说，它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啊，或者是甚至会出现畸形的情况，但是不知道，因为现在都还没有真的排放出来嘛。但是到了明天呢，他们就要来做这个排放的事情。还有人开玩笑说，这哥斯拉、哥吉拉会不会出现？因为哥吉拉呢，当时他就是在受了这个核污染之后呢，衍生出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形的怪物，有没有可能出现呢？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影响的就是远洋的一些鱼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的渔业署也出来做了一些说，我们在几年前呢，几年之内呢，都要持续的来监测我们的海洋的最新状况。再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福岛的第一核电站，它在它的核电厂的外面呢，是有很多这一种蓝色的大型巨型的管子。这个管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用来吸这个海水，然后来净化他们的这个核污水的。那核污水如果净化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它排放出去。那目前是都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了，预计在明天的时候就要来执行。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其实很多的原因都没有办法来，很多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实际上呢，其实在日本，他们过去确实也试过了很多的方式，包含像是蒸发啊，以及排放到地底几千米的深处，或者是电解处理，或者是做成像是核废的水泥块，把它埋藏在土里。但是后来发现这处理的费用都太高了，而且这维修啊、成本啊、人力啊，都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金钱，所以最后呢，就决定还是经过这个海洋排放呢，看起来是最有效的，而且他们还打包票说一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也说，这个水呢，它是干净到已经处理到可以喝的状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历史的过去的一些扩散资料来看呢，这个核废水它如果在排出去之后会影响到哪些地方呢？这个是气象局他们的整理出来的图啦，但是应该是有根据一些原能会啊一些资料来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核废水就是含氚的这个废水，在排出去之后，它是会顺着这个北太平洋的洋流呢，慢慢的往这个东太平洋，也就是美国的方向去。看起来对于台湾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大海，所以呢，多多少少这个强劲的洋流呢，还是会有一部分是冲到下面的北赤道暖流，所以还是会回到顺着这个暖流还有黑潮来到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那对于台湾有没有影响呢？目前我们的渔业署呢，包含一些相关的学者呢，认为觉得应该短期之间是没有影响，但是很难说，因为毕竟这事情呢不会只有发生在这一两天，因为日本他们说这一排就是排30年左右，那到底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个我们就会持续的带大家来看了。最后我们要带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预报的部分，在未来几天呢，基本上还是以午后热对流为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北部啊，还是中南部啊，都是在中午之前有阳光，到了下午之后呢，这雨势会开始慢慢的出现，而部分地区可能会来的比较大。当然，在礼拜六、礼拜日的这两天呢，要注意的是，因为到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台风的生成，下礼拜二预计会最靠近我们台湾，会不会影响到呢？我们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最后我们还要来看一下莎莎说啊，他说那个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这个寿司海鲜了？确实在日本呢，现在是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福岛啊，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县市呢，因为他们已经在部分的县市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辐射物质流出来了嘛，所以大家也都担心，包含像是一些县市呢，他们的渔产呢基本上是都卖不太出去，已经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甚至像韩国他们吃海盐嘛，所以这个海盐呢，现在他们也是赶快的趁他们在排这个污水之前呢，马上的去来做囤购，导致现在你要买到海盐在韩国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些。
另外，我看到这个诗意有说很好奇谁会养巨蟒，还有说洋娃娃说不会再吃海鱼了。还有康明也说，秋天的台风威力非常惊人。确实，因为秋天的台风威力为什么会惊人，就是因为它除了台风本身的这个外围环流，加上台风的影响之外呢，常常在秋天、冬天，它是一个转换风场的情况，所以秋台往往会伴随着共伴效应，所以导致像是北部地区啊，常常就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而且这时间很长，淹水了可能就会导致很多的农产特品啊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德根也说，北方的封面是建立起来，是进入冬天才会建立起来吗？其实在北边，我们如果透过这地面天气图呢，其实可以看到在大陆的那个内陆已经有一个冷高压慢慢的往下了，但是它不会影响到台湾，因为台湾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暖湿的天气，所以在九月之后吧，大概九月接近十月的时候，这天气呢会开始变得比较凉一点，但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你应该大概过了处暑之后，就会发现说这个湿度会开始变高，但是呢，这温度会稍微的下降。还有刚刚那个宗宗说，我喜欢周一的议题防晒，那我们之后还是会做一些防晒的议题啦，但是可能就是不会局限在防晒乳啊，或者会局限在可能防晒的物理防晒，比如说撑伞啊，还有防晒衣，现在很多嘛。还有说现在巨蟒会跑到西门町电影，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这一个是从哪里看来的？好，没关系。好，我们今天呢主要的这个天气现象呢，就大概帮大家分析到这边。当然除了天气之类的新闻，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环保啊，或者是气象气候的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影片的底下来做评论留言，跟我们说你们喜欢看什么议题，或者是直接来私讯我都可以。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为大家来做直播咯，先到这边，拜拜。